OK， 好，当然了，好，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礼物要送给大家哈。好，我们活动接下来我们要请萧敬腾来跟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有关于我们苍天英雄志的这个游戏一推出以来呢，很受大家的欢迎。对，但是最近好像有一个记录，对不对？没错，已经发生了。是什么样的记录呢？在安卓系统连续一周下载冠军。下载冠军，掌声鼓励！连续一周，掌声鼓励！哎，这很厉害，连续一周在安卓系统排行榜上面下载是冠军，没错，没错，没错。好，那就代表说，因为我们未来还会好几周冠军，好几周冠军，一直冠军下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庆祝仪式，好啊，我们是庆功见面会嘛，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哦，你看看舞台长虹，掌声鼓励。祝福我们苍天英雄志在游戏上怎么样？节节高升。好，好，我们给媒体朋友们拍照啊！来，我们两位呢，看看我们左边的媒体朋友们，祝福祝福。这个呢，在我们安卓系统呢，我们看看正中央的位置哦。在安卓系统的排行榜上面而言呢，拿到了冠军的位置啊，连续一周在排行榜上面成绩相当的好，这都是呢有亏我们啊黄执行长呢带领着我们啊打造了这么好玩的游戏，当然萧敬腾为我们做代言呢，让所有的玩家呢能够更亲近这一款游戏，非常谢谢两位。好，谢谢，我们把宝剑收起啦。好 ，OK， 厉害啊！再摆几个 pose 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来来来来来，谢谢王执行长。好，帅气的帅气的，你那个武打的那个招式呢，在 MV 里面相当厉害。那我们今天也展现一下给大家看。哎呦，平常就有在练舞蹈哦，而且呢运动又很强哦，运动细胞很好。来来来，好，见到脸了。见第一眼是不是？好，我们看到没有？好，好 ，OK， 让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来捕捉我们萧敬腾呢相当帅气的一面啊！哦，整个帅气起来哈、哦，在我们这个 MV 里面，我们要看到、哦、那个剑啊，那个矛啊，哎，突然化身变成现代的武器，就是麦克风。哦，萧敬腾的歌声呢，也是他最厉害的武器，可以攻进人心啊，相当棒。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个气球破了之后呢，后面有一个气球达人柯南，哎，大家好像比较喜欢看你搞笑呢、啊。好，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吕布造型的，哎，我们跟吕布拍一下照好不好？今天要这个送你这个礼物啊。好、哦，你看到萧敬腾战胜吕布的样子，好不好？好、哦，我们今天呢，当然了，也要祝福我们萧敬腾啊。在演艺的日子上面呢，来来来，我们请我们的来工作人员啊，直接戳破是不是？你要全部戳破有点累。来来来来来，好好好，哎，你小心啊，我就站在这边，你往这边戳，等下戳错球啊，哎。好，来来来，再给我们吕布拍一下啊，希望呢，我们萧敬腾在演艺路上面呢，就跟我们战神吕布一样，势如破竹啊。好，也祝福苍天英雄志呢，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销售量啊、哦，下载量也是一路长虹，帅气了，帅气了。好 ，OK， 待会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让萧敬腾拍照啊、哦。好，谢谢。好，哎、啊，表演喷溅啊！你真的很全能哎、啊，又帅气又搞笑，对不对？又深情，很厉害。好，那接着下来就来到我们这个刚刚我前面啊，在你来之前我们一个重头戏，今天对，不是你唱歌了。